我们也欢迎王一博队长、许坤伟老师、王海超老师一起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欢迎大家。一博一博。正如刚刚我们说到的一样，今天我们四位队长都在用队长大秀的方式。 表达着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一整季走来最想和所有人说的话，我们也来听听王一博队长这支队长大秀想要和各位诉说的是这自己这一季哪些心情。因为每一次我都想说，在街舞里这个节目里跳不一样的，因为我开始跳了 hiphop， 然后跳了 locking， 最后跳了 breaking。 那刚开始，其实我在接触街舞的时候，我也是先学的 breaking， 后来转了 hiphop， 然后中间有练 locking， 但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跳 breaking 了。但是为什么又重新跳呢？是因为一个电影，让我又重新学到了，又重新算是捡起了 breaking， 因为在我练 breaking 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风格，只有练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风格可以选，所以说，我又
用 breaking 来表演了这个秀。然后我开始其实就跟 Danny 讲说，我要一个很 old school 的一个 breaking 秀，因为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味道，我喜欢那个时候的穿着，我喜欢那个时候的音乐。然后最后他给了我编排一个这样一个很 love peace unity and have fun 的一个这首歌，我觉得很惊喜。嗯，因为刚刚特别提到了 Danny 老师，其实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 Danny 老师也是我们中国霹雳舞国家队专家组的成员，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王一博队长的队长大秀，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我们街舞圈的老师来帮助一起完成这个作品。对的，中间我很喜欢的一段 routine 是由海超 Sismo 编的，我非常喜欢。我们也让海超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海超 ，B-boy C Smoke Peace。今天的每一位真的都来头不小。海超老师是2019 KOD 全国单人冠军。那我们也听听海超老师合作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队长秀跳的爽不爽？非常爽。对，其实还有点紧张。说实话，我自己感觉比彩排的时候我都没有那种感觉，但是真登台的时候，主要是一博的粉丝确实太强大了，对吗？对，对，所以我们才要感谢来到这就是街舞的每一个队长，因为真的我们每一个队长都把喜欢自己的我们所有的观众也带到了街舞的舞台，也来开始了解街舞，热爱街舞，对不对？是的，因为说实话，这一次这个舞蹈编排，其实我们想把大家带到一个old school 的一个街舞的派对里面，它是在街头发生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在台上的所有人，我们想尝试去抛开所有的胜负，所有的名利，所有的一切这些杂念所带给我们的捆绑，我们只想用那个最纯粹的热爱去寻找当初最简单的那个快乐。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 breaking 特别像马拉松的比赛，因为为什么它不像短跑？因为短跑的决赛它只有八根跑道，但是马拉松它不一样，它可以全民都参加进来，并且每一个人都会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到达你自己的终点，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冠军。其实可能在这条路上你会迷失，你会失去耐力，但是请记住，热爱，纯粹的热爱就是你最正确的密码和指南针。谢谢。谢谢，说得太好了。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旅程，我们时刻可以去调整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徐老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和一博队长一起来完成这次队长大秀的感受。首先在整个起舞里面，大家听到 Peace, Unity, Love and Having Fun， 这个就是我们很纯粹的想表达 Hip Hop 的一个标语，就是大家一定要用这个，用这四个方向去做人，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起舞里面，而且我们没有把很难的动作放在这个舞里面，我们就想把我们最纯粹的东西放在这个舞里面去展示。对，谢谢一博邀请我。对，也谢谢徐老师。要知道徐老师也是我们第14届全运会霹雳舞金牌教练。对的，我们今天也是他的生日。谢谢，谢谢王一博队长和我们这么多厉害的来自于我们街舞圈的各位老师，为大家呈现出这样一个纯粹的热爱的作品。那当然我们开始讲到过，有很多的观众对于我们这街一直都非常的热爱，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从用户当中挑选出一封给我们王一博队长的来信。这位用户的 ID 是终于85号，终于85号想对王一博说，我在今年的这街看到了很多热血的年轻舞者，他们会为了热爱的事情坚持下去，让自己不留遗憾。我希望你也是在这争先恐后的时代活出自己的精彩，做个自由且热烈的人，请你一直做自己，王一博。王一博像是落款一样。
一博有没有什么要对一直喜欢自己的这些观众说的？谢谢。谢谢永远热爱、永远纯粹的王一博队长，也谢谢今天我们每一个舞者，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请王一博队长回到队长席，谢谢，谢谢。